咱们直播间接近一万人，最后十单。对的。八单，最后八单。八单。还有还没有付款的赶紧去，没有付款的赶紧去付款，家人们。被踢掉的，对。对，名酒都是名酒，家人们懂酒的都是名酒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五单，最后五单，最后五单，帅哥节目。最后五单，抢到就赚到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话不多说，家人们，家人们。家人们明白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天下粮产五粮液集团的，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抓回去就完了，没有了。来，帅哥姐们，我们抓完就没有了，你们赶紧去拍。我们也不多说了，88万，整整100毫升的五瓶。家人们，这今天晚上在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定会收获满满。对，就这88米，就这88米，能不能让家人们收获满满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最后一单，最后一单。那谁花露谁家？有没有没有付款的库存能不能踢？我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踢库存。我希望家人们今天晚上在我直播间都开开心心的，收获满满。因为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非常开心的日子。咱们搞快一点，一会儿那个谁来了，咱们搞快一点。动作快一点。动作快一点，一会儿那个谁来了？还有二十单，还有二十单是吧？没付款是吧？没付款。踢掉，给家人们安排，咱们搞快一点。还没有拍到的，准备好手术。踢掉，踢掉，给家人们安排。上车了，帅哥节目。我希望今天在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对，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？88米的小金瓶。对的。五，关键是什么？五粮液集团的东西，五粮液天下粮仓。对的。这个标，家人们看得到吗？五粮液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五粮液集团的东西。对的。我希望家人们今天能够在我直播间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刚刚只要二十单，应该差不多都好八加一，家人们都懂，家人们都懂。好八加一，五粮液，咱们四川五粮液，好吧，家人们？还有十单，还有最后十单，最后十单就最后十单下车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最后十单下车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。我希望今天晚上家人们能够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88，我们把发88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，帅哥？最后十单，对，最后一单，最后一单。没了，没有了。踢库存都踢不了了吗？踢不了了，现在踢不了。那个上一个酒踢了15单出来。上一个酒吗？啊，就那个。那你上上去，我需要家人们好多没抢到，这个确实好多家人们抢到。刚刚那个酒踢了15单出来，帅哥姐们库存。来，你把上上去，来199。刚刚那个没抢到的扣一来，帅哥姐们。咱们五粮液的，来。对。最后多少单？16单。16单，来，家人们。刚刚没抢。16单出来。没抢到的家人们直接去抢。踢了16单，因为好多家人们没想到，来，踢了16单出来，家人们没想到的赶紧去拍，好不好？咱们就不多说了。上车了没？上车了。上好，帅哥姐们还有10单。还有10单，刚刚没有抢到这个。这个是好不容易踢出来的。好不容易，好多家人们没付款踢出来的，最后16单你们直接去抢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多踢一些出来，但是踢不出来，真的好不容易。家人们已经抢走了，就没有了。对呀。还有5单。还有5单。好不容易提出来的，好不容易提出来的，家人们，我希望家人们没付款的就不要去占库存，给家人们想抢的，因为这个别人只给我200单，对的，我朋友只给了我200单，实在对不起家人们，只争取到了200单，对，还有几单？还有2单，还有2单，好，还没有拍，赶紧去拍了，我们就下了，我给家人们下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真没有了，家人们，是真的没有了，抢完了没？没抢完的话，给他们时间。还有没有？是不是还有1-2单？对。你看一下还有没有？还有3单。还有3单。还有3单，帅哥姐们。退了2单出来。退了2单出来。还有3单。来，家人们直接去抢，要直接去拍，好吧，家人们。还有3单，52度的五粮液。52度的五粮液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100毫升啊。国清500毫升的，家人们。500毫升，你不要乱说。我刚刚那个是100毫升。52度，家人们，52度，来，52度。500毫升，500毫升，家人们，大瓶的，对的，就这颜色，酒体的颜色。还没有拍了，赶紧拍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里面看到这酒花没有？家人们看到酒分子没有？很细腻。酒分子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对，哇哦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两单，最后2单，最后2单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。最后2单花落谁家？来，家人们，自己那个了吧？对。最后2单。拍了吗，家人们？酒花，家人们看不清楚啊，这个手机原因，家人们看不清楚。不是你那摇的，不是他这里看不清楚，知道吧？这摄像头看不清楚。就那个我们打了一个灯光。对，打了个灯光。
然后把这个灯光关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最后一单。最后不用关了，就更看不到。最后一单就挂在上面了，家人们直接去拍。对，最后一单就挂上面了。哎呀，紧张死了，家人们，紧张死了。会紧张，有可能他一会儿他快要到了，一会儿他要到了，万一不来了呢？我最后给家人们炸个网炸，最后一个网炸吗？直接来个网炸。还有一个吗？啊、哇，真好啊！今天晚上三个节目，这是啥？哦，好漂亮，三个节目，好漂亮一个，哇！能挂吗？这个？是不是不能？原价。好漂亮一个，我看到了。小心，没事的。他阿伟哥说，我抢不到是吧？抢不到的就没办法哦，帅哥姐嘛，抢不到的就没办法了，因为我们都是要拼手速，知道吗？最后给家人炸一个，口粮酒，给家人炸一锅口粮酒，来。最后一波，帅哥姐嘛。最后给家人炸一锅。哇哦。把这个拿过来垫在这里，来一瓶两瓶，来玩炸了，老板，两瓶三瓶，准备好三个节目，看好，最后给家人们炸个网炸，这是口粮酒了，家人们听懂我说了吗？哇，到底是多少瓶啊？来，哇哦，整整一箱，整整一箱，三个节目，来，绵竹大曲，咱们来自剑南村酒厂的绵竹大曲，外面的100多米一瓶的，来直接给家人们炸一波，准备好帅哥姐，家人们准备好，只有100单，因为准备好，朋友让你去申请的，也是花了老大的面子，也是花了老大的面子去申请的，100单，只有100单，帅哥姐嘛，准备好一箱，家人们听没听说，直接给家人们安排一箱，来299。哇、安排299六瓶一箱，帅哥姐们，五粮液绵竹大曲，家人们听说过的，咱们来自剑南村五粮液的绵竹大曲，来100单上，上一箱了，帅哥姐们，299给家人们发一箱，来299六瓶，帅哥姐给家人们发一箱，上车了，只有100单啊、哦，只有一百单，帅哥姐们已经上车了，只有100单，只能拼手速，帅哥姐们，只有100单。绵竹大曲，开一箱，开一瓶给家人们看一下。对，开一瓶看一下。我打开了，已经上车了，帅哥姐们。哇哦！绵竹大曲，好多家人们肯定喝过的，喝过的来直播间喝过的扣个一，来喝过的扣个一，家人们。对，喝过的扣个一。喝过的扣个一，来，来自咱们剑南村的绵竹大曲，来。哇哦！299给家人们上一箱，明八加一，对对对，都是明八加一，都是我从朋友那里调过来的。我想今天晚上是个开心的日子，让家人们收获满满。今天晚上别的地方不得100多米一瓶，来咱们直播间，来，已经上车了。299给家人们安排一箱，已经安排一箱了，六瓶，再给家人们安排6个袋子，咱们走亲串友，来。还安排了6个袋子，3个袋子，对，还安排了6个袋子，帅哥姐们，只有600单啊，只有100单，装到袋子里面，送亲戚朋友，咱拿回家，家人们，一个袋子，装还送了6个袋子，三个袋子，我听错了，刚刚，来，家人们，看到没？咱们今年过节的时候送长辈。口粮酒，这个是属于口粮酒了，家人们，绵竹大曲口粮酒了，它不像别的酒那么贵，但是很好喝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对，看到这酒花，哇，看到没？口粮酒，家人们，来，还没有拍的干，只有100单，三个节目，对，我们只有100单的，扣个一，来，口粮酒，咱们都是名酒啊，喝过好喝的，绵竹大曲，三个节目。口粮酒一瓶喝下来40-50米，家人们喝过好喝的扣个一，来说给你们多少度，他们说喝过好喝的，来我帅哥姐们，我们扣个一啊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这个度在哪里，应该是52度，等一下，我看52度，对，在这里52度的，也是52度的，家人们，这个酒家人们可以放心的存放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对的，
你是五十二度的三个睫毛，放心存放。299一箱，一箱，没听错，六瓶。别的地方你去买一瓶，咱们直播间直接给家人们安排一箱。对，还送了三个袋子。拍一发六，对，拍一发六，拍一发六，三个睫毛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。老板刚刚说只有100单啊，只有100单。口粮酒了，这是普通家庭消费的口粮酒了。对。来喝过我们这一款8+1好喝的帅哥睫毛，我们扣个一，打一波一，拍了是吧？谢谢，真的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啊！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。来，299给家人们安排一箱，一箱。嗯。真正的好酒，对。对。绵竹大曲，就口粮酒，家人们明白吗？是的。这个咱们拿去送礼，拿去送礼，拿去。宴请都不掉身份，家人们。对对，都不掉身份。好喝，喝过的来直播间扣个一。来，别的地方得100米、200米，咱们直播间来299。我要100、200米，对，299直接安排一箱，所以给直接给家人们安排一箱。对，平时我们去买一瓶一瓶都是100多、200多、200多，是吧？别的地方100多、200多，咱们直播间。200多，299直接安排六瓶，拍一发六，整整一原箱，原箱一箱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整整一箱。来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输出一个节目，在下发小黄车。是一箱，家人们，是一箱，给家人们保真啊，家人们，给家人们保真，好酒，感谢家人们。来，拍了没，家人们？拍了没，家人们？咱们绵竹大曲，家人们。对的。这是真正的口粮酒，口粮酒，家人们。来，都拍了没？出来给你们52度的啊，52度。52度，家人们，太贵了。太贵了，哇，那你不懂酒。家人们，是多少瓶？家人们，是多少瓶？好喝，家人们，好喝。觉得贵了，但有可能有真的有点不懂。是6瓶，家人们。今天给家人们安排的是6瓶，对，299六瓶是什么概念？帅哥姐们，我们要去想一想，全部有精美的包装盒，对，我们要去想一想，家人们，我们去别的地方买100多、200多一瓶，在我们直播间299过年的时候你就加2瓶，家人们，你拍一箱回家，你可以送3个好朋友。对对，你过年的时候你就这样提着，家人们。对，喜不喜庆？一个好朋友送2瓶，这喜不喜庆？这包装喜气，对，喜不喜庆，家人们？喜气，过年的时候非常的适合。拍了吗，家人们？拍了吧，应该快没有了吧？这个好酒，对，咱们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家人们。没有拍的赶紧去拍。不 贵, 是真的不贵，家人们，懂8+1的都知道，懂8+1的不贵，你们去扫码，你们可以看看你们扫码多少，对，懂8+1的都可以都知道的，帅哥姐们，就是平时没有喝过什么米酒，咱们没有拍的，咱们赶紧去拍，一会儿咱们就下了，一会儿咱们就撤退了，对，有可能就不知道，我们一会儿让那个谁扑个空，一会儿他到了，家人们，真的，我们赶紧去拍了，帅哥姐们，没有拍的咱们赶紧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赶紧去，家人们，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会儿就直接撤退，我让他扑个空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一会儿就直接撤退，让他扑个空。已经拍了是吧？谢谢你们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来，家人们，这个我会建议家人们去拍，这个放在家里面，随时来个朋友，喝一瓶，对吧？三两个人喝一瓶，对的，三两个朋友喝一瓶，50米。一点也不贵，也不用心疼，家人们，不像别的很贵。这个口粮酒，这个是口粮酒。对，帅哥睫毛。最后29单。最后29单。最后29单了，帅哥睫毛，299六瓶。来，家人们，没有拍的，咱们赶紧拍，一会儿他到了。299六瓶，帅哥睫毛。咱们299是6瓶，家人们，是6瓶，家人们，咱你没听错，是6瓶。咱们6瓶，家人们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帅哥姐们，
2996瓶啊，最后20单了，帅哥姐们，赶紧去。包装都是很精美、精致的包装，家人们。真的。包装都很精致，家人们。过年的时候给我们朋友啊或者领导啊那些送帅哥姐们非常好，真的拍了吗家人们？最后还有多少单？最后多少单来？这个26单，这个可以拿分几批送，家人们你们可以拿回去一盒一盒的送，你可以一盒一盒的送，你可以送六个人，一盒一盒的送你可以送六个人，如果两盒两盒的送你可以送三个人，家人们马上过节了，家人们过节了，家人们来右下角小黄车，家人们来绵竹大曲，咱们剑南村也是名酒啊，剑来自于咱们酒厂剑南村的名酒，嗯，来右下好酒，家人们喝过的扣个一，来家人们喝过的扣个一，对，喝过的好喝的扣一，来帅哥姐们扣个一，来直播间咱们喝过剑南村的扣个一，喝过剑南村的，然后觉得好喝的，咱家老公啊长辈喝过剑南村的，咱们直播间扣个一，对的，最后10单，我们最后10单了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喝过好喝的，帅哥姐们在直播间扣一波一，好不好？还有人说上刀，我们在给苏三妹介绍8+1，哎呀，家人们啊，五粮液这个能不能多拍一点？这个是真的。我会建议家人们把家里面常备那么好的8+1摆在他面前了，他还想就记得刀，还想啥刀呢？家人们不要想刀了，咱们这个家人们放心的去拍这个，家人们这个才是好东西。最后6单，对，最后6单，帅哥姐们，物美价廉的东西，最后6单还没有拍了，这个性价比比什么都好，性价比。 对， 对，咱们299瓶，帅哥姐们是6瓶，家人们你们没听错，是一箱一整箱，家人们6瓶，咱们直播间不要说刀吧，家人们但不带节制，咱们9000多人来，对的，6瓶，咱们是6瓶，家人们今天给家人们炸的都是好东西，王炸，这个才是王炸，家人们拍到哪一款了，帅哥姐们都是赚到了，知道吗？6瓶，再给家人们开一瓶，给家人们看一下。对，你都把它拆完了。没事，这个就放在这儿了，这个就放这儿了。来，帅哥姐们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啊！最后只有几单了啊！抢光了。抢光了，他们说。等一下，抢光了。来，家人们，你看，每一瓶都是非常漂亮的玻璃瓶子装着。有多少张还没有抢到，帅哥姐们？家人们，哇，好漂亮呀！很漂亮，家人们，很漂亮。咱们今天收到手的是6瓶。对，来，还没有，有多少人没抢到，帅哥姐们？口粮酒6瓶，家人们是拍一发六，家人们。对，拍一发六。拍一发六。299不是一瓶，是6瓶。想要的家人们，咱们想要的家人们，直播间扣个一。对，想要的家人们直播间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要知道299不是一瓶，是6瓶，帅哥姐们。上茅台，这样，咱们最后给家人们炸一波，最后给家人们炸一波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有没有库存？这个提出来很一，等一下，那个想要的家人们扣个一，我这个我给家人们，想要的家人们扣个一，咱们刚才后面来的家人们没有拍到的，咱们扣个一。对，来，再给家人们上50单。上50单，对，来399，最后50单，帅哥姐们，最后50单，上茅台，后面来的家人们没有拍的，家人们，后面来的家人们没有拍的，再给家人们补50单，好不好？对的，最后你把那个茅台的链接也挂上去，把那其他的挂上去，他们如果有些没付款的，他们自己去拍，谁抢到谁赚到，好不好？对对。有库存的就给他们挂上去，好不好？有库存的，有库存，小哥家人们，有些有的退了的，家人们直接去抢；有的家人们拍了，他可能拍错了，拍多了，退了的家人们直接去抢，好不好？0033，一单两单，你们自己去抢，捡到好运气哦，好不好？捡到就是赚到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就破破运气，你们去点一下看。今天在咱们直播间，来自咱们剑南村的，因为有些人他刚刚就是拍多了，他就退掉干嘛的，所以我们有可能就自己去看。这个也是好酒，家人们，嗯，就普通家庭消费得起、送得起的好酒。对。
来给家人们安排了。今天晚上在咱们直播间，我希望我的所有家人们能够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的，收获满满。299，家人们是6瓶500毫升的，6瓶6大瓶500毫升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有那个牛什么山，家人们，299是6瓶1箱，对，家人们没听错，是一箱。家人们是一箱，听到没有？是一箱，不是一瓶，是一箱。六瓶。拍一发六，家人们。对。拍一发六。对的。名酒，对，对的。剑南春也是咱们中国名酒了，也算世界名酒了。剑南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，帅哥节目。没有拍的，咱们赶紧去拍，拍一发六，家人们。对。拍一发六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听说过剑南春的，咱们直播间打个一。可以。听说过剑南春的，家人们，咱们打个一。对。没有喝过的，我会建议家人们拍一单，咱们回去试一试。对的，帅哥节目。没有喝过的家人们，我会建议家人们拍一单回去试试。对。我们平时这个是最后给家人们留的王炸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对，我们平时这个是真的给家人们留的6瓶，家人们。我们平时想买一瓶，但是都太贵了，100多、200多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但是今天299就直接拍6，帅哥姐们，拍一发六，我们值得去拍了。所以呢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啊！在下方小黄车，喜欢喝8+1，还有准备送礼啊那些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们都不要犹豫啊，直接去拍就可以了，都不要犹豫。送给爸爸，好，对，送给爸爸叔叔呀，什么长辈都非常好啊，帅哥姐们，送领导，送长辈，送爸爸，送叔叔，什么都非常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。还有最后十单，最后十单，帅哥姐们，最后十单，对，咱们去别的平台上面去，别的上面去都是499。他们很多人都知道的，对，是是，别的地方得399、499，咱们直播间299，给家人们安排一箱，拍一发六，家人们。对，他们很多人都知道的，其实。别的地方得499、599，咱们直播间299，给家人们拍一发。对的，帅哥姐们。给家人们拍一发六。对。没听错，家人们，咱的家人们拍一发六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别的地方得。399、499，咱们直播间299，给家人们拍一发六。对，299，没关系啊，家人们，没关系。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。没有拍的，咱们赶紧去拍。别的有那些踢了库存的，咱们直接挂在链接，让家人们去抢。有些家人们一直抢不到，好不好？对，对的。来，家人们。打一波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打一波正能量，打一波正能量。领导不吃这个，这个自己吃可不可以？咱们不要，家人们，我说句心里话，不要老想着送领导，家人们，不要老想着送领导，送自己行不行？送自己的父母，送自己的叔叔，送自己的长辈行不行？别老想着送领导，过年了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嘛，家人们。对对。不要老想着送领导。我听到家人们说送领导，我是不开心的。我希望家人们能够自己喝好的8+1，为自己买一次。咱一年了，365天，一年了，对自己也要好一点吧， 对不对？对，不要老想着什么领导，忙忙乎乎忙了一年，对不对？对，辛辛苦苦一年，对自己好一点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对自己的老公好一点，行不行？对，阿姨们，对自己的老公好一点，对老公好一点，对自己的长辈好一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咱别光想着送领导，对的，家人们，哇，真的是可以的，帅哥姐们。最后五单，来，最后五单，家人们，最后五单，拍一发六，家人们，是拍一发六，今天给家人们拍一发六，对的，我们都有精美的包装盒，对，还有包装袋，对，拍一发六，家人们，下播快走，没事，家人们，来，最后五单，帅哥姐们，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。来，最后五单，没有拍的家人们赶紧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咱们今天第一次直播间给家人们分享好的8+1，白8+1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52度，家人们，52度的，对的，52度的，帅哥姐们，这个随时拿放在家里面，只要有客人，咱们拿一瓶出来，对，也不心疼，毕竟算下来50米左右。
50米一瓶，对，也不会心疼，又简单又好喝，又简单好又好喝，对，不送领导，这个在家里面喝，帅哥姐们，家里三三两两的朋友喝上这么一瓶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的。拍了吗，家人们？拍了吗，家人们？拍了没？拍了的都打个拍了，帅哥姐们。好了吧，那他们这个也差不多了吧，拍的。来这样吧，倒数十个数，来，你给家人们倒数十个数。来，帅哥姐们倒数十个数。299给家人们安排一箱。10 9 8 7，咱们错过了，又要等好长的时间，家人们，错过了等要等好长的时间。6 5 5 4 4 3 3 2，右下角小黄车，咱们今天是拍一发六，家人们，对，299给家人们拍一发六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299拍一发六，一，好了，好，这个家人们放在一边了，放在一边了，家人们。你们可以去别的那些链接里面看一下，你们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捡漏了，后面来的家人们看看前面有没有捡漏的，有些他拍了就是有捡漏的，一单两单的，好不好，那些好多有些拍多了的退回来的，有没有，有这个有，有几瓶，两瓶吗，只有两单，只有两单，家人们，只有两单，这个只有两单，刚刚又踢了两单出来，家人们自己去抢，只有两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咱们总共只有196，总共只有200单，很多已经付了196单，最后两单你们继续去抢，还有两单卡了库存，家人们。对，这个只有两单，你们捡漏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的。199两瓶五粮液，就两单，帅哥姐妹，家人们自己去捡漏，捡漏这个家人们直接去捡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是谁抓到了五粮液，谁捡到宝了，两瓶199，这个家人们自己去捡漏啊，家人们，没了吗，没了，好，然后那个小金瓶呢，还有没有给家人们捡漏，有小金瓶，就是小金瓶，有多少瓶给家人们捡漏，这个吗，我希望家人们今天晚上开心，还有20瓶，哦，还有20瓶，哇，有20瓶了，帅哥姐们，20瓶要好好给家人们分享一下，对，五粮液小金瓶，对的，来，家人们，来，五粮液小金瓶，今天给家人们炸的福利。杯子跟你说点啥呗，不要碎掉。好看吗，家人们？他说。88。888，发，来5瓶，家人们，拍一发五。最后多少单来着？提出来。20单，只有20单。20单，来，拍一发五。拍一发五，20单，帅哥姐们。五粮液的小金瓶。对。来，捡漏出来的啊。捡漏吧，来让家人们捡漏吧，对，有好东西让家人们捡漏，来拍一发五，88，拍一发五，帅哥姐们，88，拍一发五，看到没？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礼盒，来家人们，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礼盒，3D 礼盒，看到没？100毫升的啊，也是52度的，帅哥姐们，最后20单，家人们捡漏，不话不多说，捡漏，对。刚刚剔除出来的库存，对，刚刚我希望今天晚上的家人们能够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收获满满，抢到的打个开心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抢到的打个开心，好不好？最后10单，885瓶，每一瓶100毫升，52度。对的，这瓶子好精美。我们放心拍就可以了，帅哥姐们。家人们，这瓶子多漂亮！放心的，这个盒子也多漂亮。家人们，你看这个盒子也多漂亮。这个盒子真的。家人们，你看这个盒子也多漂亮。关键。五粮液的标，来，家人们，五粮液的标，背面，看到没有？还没有拍了，赶紧去拍，帅哥姐们。看到没？最后4单，最后4单，最后4单，不管真与假，你们拍，有问题找我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你们就直接。最后4单，相信就可以了，帅哥姐们。88给家人们安排了，我的天哪，我都想不到。5瓶，一瓶都100毫升，帅哥姐们，88连五个瓶子都买不到，对，应该没有了吧？这声音，应该没有了吧？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还有没有？看一下，没了，没了吗？没有了，帅哥姐们，把它装回去吧。把它装回去了，装回去了。对，装回去等一下那个碎了，真的太漂亮了，这个。我的位置好，没有了，再给你把放出去。
聊两句嘛，给家人们聊两句。别的有捡漏的，你挂在上面嘛，挂在那些让家人们去捡漏。因为今天这些都是我的一片心意。嗯。啊，快过年了，能给家人们带来一个让家人们抢得开心的机会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能够让家人们开心，下巴安全第一。没事儿，家人们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家人们自己。怎么还没来啊？他真的是过来了吗？我们要不要等他过来？其实要不要家人们要不要等他过来？要不要等他过来？家人们，有我在，家人们要不要等他过来？等不等？他们都说让我保护好你。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？他们说的，弄着阿紫，你今天晚上要保护好老板。没事，等不等家人们？我们打一波正能量。在红八加一啊。家人们，你们想要红八加一吗？哦，对，刚刚他们很多人都打那个茅台。你这样吧，有多少人想要红八加一的？要茅台的，家人们。把链接挂到上面吧。对。来，家人们想要茅台的，咱们打个一。打个一。有好多家人们后面来的没抢到，来想要茅台的，咱直播间打个一。没有的话就不给家人们上了，好不好？有的话扣一。想要茅台的，咱们直播间扣个一号，家人们，等不等？家人们，咱们等不等？我看他要干什么？我觉得我想等他，我看他要干什么？花是陈经理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不能老是抱着陈经理的花坐到这里吧？我告诉你，花就是你的，来，陈经理拿过来。老板，你又搞什么一出啊？你谁说是？怎么可能是陈经理的？想想都想得到，想想都搞笑。来，站起来，来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压着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干什么？该霸气的时候要霸气。看到，来。老板好吓人哦。面对我，来。不是，面对我，来，你面对我，你面对我，快点，面对我，你面对，面对。好，准备接花。你不画，你别动，你动来准备干什么呀？你对着我吧，你对着我，你要尊重我嘛，你要尊重我，你快点来准备面对，站好，你正来，你正，你过来，你别跑啥，来准备，你正来接花，来你等一下吧，你跑啥？家人他不配合，家人们。我说是你正，哪有这样的，对不对，老板？我说是立正，不是拧正。我说的是立正，不是拧正。老板是叫你去拧正。他这样把我小鸟一样把我这样抓起来。来，准备。来，抱着接花。你正，来，你正，你正，抱好。哦，我感觉这老板都是强抱，就是那种的感觉。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他要站起来。是不是？大方一点嘛，就是受花，对不对？真的是送我的吗？对，就是你的了。当着直播间，来，当着直播间多少人的面？咱们直播间一万人的面，来，就是送给你的，怎么样？咱就是送给你的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咋说了，被老板吓的。老板说：“谢谢老板。”直接啊，立正，那这不是拧正，抱下了吗？是吧？这一天天的收下，直接不管你收不收都得收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从湖南买过来的。阿子，你知道这是从哪拿过来的吗？知道吧？对，湖南拿过来的。哇，买过来的，怎么可能是拿过来的呢？这一天天的，哇，你们看到没有，三个节目，老板就是那么大气，他说来站起来，把我小鸟一样叼起来，我要干嘛吓我？然后他都不问你花接不接受，他就直接给塞到你的就是手里了。嗯，我看呢。对了，老板，从湖南买过来给你的。你跟家人们聊两句，我要办大事儿。你先跟家人们聊两句。但是我又觉得我说你这个花。又你信不信我给你两脚？我跟你讲，从今以后你就得听话，你不听话，我跟你说，你挨揍！我跟你说，在东北你早就挨揍了。OK， 老板他是在威胁我的感觉。
哎呀，帅哥姐们，是不是？老板要温柔一点是吧？哎呀，太难。不是。二句又表达，又大声的表达出来。你跟家人们聊聊两句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我打个电话。好，不是，我觉得老板他真的在，就是很霸道啊。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哎呦，你看到了没有啊？他刚刚就是把我这样子吊起来的，像个蚊子一样。对，他把我吊起来，他把我吊起来，好霸道啊！真的。而且我在想，我这样子，那这样莫名其妙老是说老板的话也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万一又被那个什么，就是有的人看到了，就会等一下又生气了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会不会不好？收下吗？我刚刚是被老板吓到了，他把花给塞到我的怀里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他就把花给塞到我的怀里了。老板对我就像个对个小孩子一样啊、哦！哎呀，是个直男是吧？不知道是个直男还是个什么，反正你们也看到了，刚刚老板他都不问我怎么怎么样，他就叫我站起来。叫我站起来，然后都没有说啥，他就把花给塞到我的怀里。这是真的是送给我的吗？我们10000多、10000元了，帅哥姐们，收下是不是？你们说收下是不收？我觉得这样子收老板的话，每次收老板的话，我怕就是老板身边人又误会，知道吗？又让老板的身边人误会的话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疯了，你今天疯了，我今天疯了。哇，你要干嘛？ 你从湖南跑回四川，肯定又疯了嘛。你要干嘛？你不疯能回来吗？哇，这个是刚刚就是好好看的那个。来，泸州老窖，家人们说，有些家人们说没抢到，来，今天给家人们安排一下。哇，1000多元说收下是吧？哇，你这个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，帅哥姐们。这么高档的东西啊。那盒子哦，好漂亮、啊。那我这花，这个花是我抱着还是不抱？来，泸州老窖，家人们。哇，帅哥姐们。来，摘一瓶出来给家人们看看。太好看了。礼盒装，我希望家人们今天能够开心。哇，真的真的。可以了吗？还有杯子哎。来，家人们，还有小杯子，礼盒装的泸州老窖，还有两，还有两杯子。哇，还有两个小杯子，漂亮，给你看这个礼盒。这个、来，原谅，试一下，大点，家人们，给家人们再炸一波。真的，好多家人们说送领导，送领导，来。这个就是送领导的了。泸州老窖的原谅，来。168给家人们上车。哇，今天晚上要加吗？帅哥姐们，168拍一发二，150毫升，帅哥姐们，500毫升，对，52度的，对，500毫升，家人们，52度的泸州老窖，来送领导礼盒装的，礼盒装多少单？给家人们安排50单，50单，只有50单，这个只有50单，来泸州老窖168，真的，给家人们炸一波，抱着花是吧？对，把花抱着，现在老板都塞给我了，我还是抱着吧。老板都塞给你了，你就好好抱着。来，泸州老窖，他是塞给我的。泸州老窖，礼盒装送领导的。好漂亮哦，家人们，有一个漂亮的盒子。168，两瓶。168两瓶，帅哥姐妹已经上车了，还没有拍。别的地方，别的地方要200多、300多，咱们直接168拍一发二。拍一发二，帅哥姐妹。今天让所有家人们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今天让家人们收获满满。168毫升，两瓶。对，五粮液的，不是，这个是泸州老窖，家人们。50单，帅哥姐们，只有50单。老板刚说只有50单，我们赶紧去买。泸州老窖饮三盒，泸州老窖饮三盒。它是用礼盒装的，礼盒装送领导的。他们送领导，专门送领导的，很漂亮。168，两瓶，来送领导用的，家人们。非常的漂亮。送领导用的，来168。两瓶拍一发二，来帅哥姐们，送两个杯子，家人们再送两个杯子，送两个杯子，再送两个小杯子，嗯，送两个小杯子，家人们，对，拍一发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来168，
只有五十单，来，只有五十单，对，只有五十单，家人们，这个只有五十单，漂亮，对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你看非常的漂亮，送您的，那肯定得漂亮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，送您的是不是得漂亮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哇，没有多少到了，帅哥姐们赶紧去抢啊，赶紧去抢。那这九分子看到没有？是九分子，很犀利那个九分子，帅哥姐们。这个就是专门送领导啊，泸州老窖送领导的，家人们，也不贵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都是非常好的了，帅哥姐们。来，家人们，原谅，对，原谅，家人们，原谅，泸州老窖。对的，帅哥姐们。来。来，最后三十单，最后三十单，最后三十单。家人们说要送领导，让给家人们推荐那种性价比特别高的，对，好喝，对，又拿出手有档次的，家人们，有档次，对的，有档次的，家人们，来，这可以，真的帅哥姐们，拍一发二，我们过年过节准备送长辈啊，领导，一个漂亮的礼盒，可以把这个拿下了，真的。送长辈，送领导，来，泸州老窖少不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泸州老窖少不了。二十多单，帅哥姐们。最后二十七单。对，最后二十七单。最后二十七单，来，家人们。来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在下发小黄车，帅哥姐们。拍完咱们直接就下车。168两皮。拍完直接下车。对，168两皮，它是装在盒子里面的。盒子里面的，家人们，送的有档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两个小杯子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非常非常。额外给家人们。送了两个小杯子，对，168两瓶的泸州老窖，家人们，别的地方你得三四百，对的，别的地方一瓶三四百，咱们直播间168两瓶，今天晚上我就想要家人们收获满满，收获满满，今天晚上就是要家人们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开心，也要让家人们开心，对不对？多少度？五十二度，五十二度，家人们，五十二度，放心保存。对的，咱们懂八加一的，知道。